世界上很多啊，这个武功盖世的人，最后死的时候都一无是处。可是孔老夫子他手上，他既没有钱，也没有势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他茫茫如丧家之犬，跑到哪里都不行，就这样。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特点了、啊。他自己本身当时没成功，可是留下来的影响力这么深远，所以被衡准为一个伟人的真正的价值，因为他有非常崇高的人生目标，而且他自己努力去做实践，这个才是他最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所以他的崇高的目标是见解宗旨本身，他可以肯定说中外千古，中外是广，千古是深。在汉人的历史上面是留下来的真正大家能够尊称他的，好像只有孔老夫子。大成至圣，大成至圣四个字。儒家的是孔老夫子做的一鸣明哲理天下，最后呢要修身，他也是他的道士，这就是儒家的道士，非常有质地。那他儒家的道次第是放在哪里呢？儒家的道次第是放在人世间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里。那你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存在？要有一个家嘛，有父母亲，有兄弟嘛，就告诉你家要怎么样怎么齐。但是等到你家弄得好了，你要不要为社会服务啊？要啊。这时候你就是必须治其国。所以孔老夫子就是告诉我们，师父也告诉你们要安定社会，安邦定国，乃至于成佛做主。而安定社会和安邦定国，现在儒家里面孔老夫子留下来的就是这个，所以他叫做至一道，至一道。那这条道是什么道呢？叫圣贤之道，通过另外讲叫做王道。为什么我要学儒家？我不是一个人，把那个虚，人需要的一个理念，人需要一个概念，人需要一个知见。我们可以透由孔庙的参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圣人。透过老师的潜心意乐提升，我们怀着敬仰圣贤的心到达孔庙，在大成殿广场首先对孔子行最敬礼，接着介绍各站的解说老师，就开始了拜访圣贤的心灵寻根之旅。好，我们这一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厦门。好，大家一起念：文武官员虚名等等，至此厦门。恭敬的形象有什么呢？好，很好。请问一下，孔子啊，他被封为什么？大成至圣。大成至圣就是代表着，就是孔子有他的完美的人生目标，他的德行也是这么的圆满，所以称为大成至圣。那请问一下，孔子最崇高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知科而信之，孝者恒之。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来，他有引经据典哦，这真的是孔子他对他自己的自我形象的一个描述。自认为强，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它叫做万仞宫墙。万仞代表多少尺？七万尺。它的意思就代表了孔子的学问的高深。好，那万仞宫墙出自于《论语》的哪一则？子张第十九。子贡曰：“辟之宫墙，自之墙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”有谁可以翻译？子服景伯这个人就告诉子贡，然后子贡就说，那个孔子的学问是譬如宫墙，然后因为他很高，然后呢，所以呢就看不见里面的美好，所以呢，夫子能了解他的人，然后他的得意门生就很少。对，没有错，等于是你要非常谦卑的去求学，你才会知道孔子的学问到底有多么。老师还告诉我们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乃至于治国平天下
都靠礼来维系，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礼门前发愿。有没有同学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发的愿呢？以后都能够像孔子一样，然后立志于学，然后能够继续的把儒家的文化传承下去。走过礼门，通过驿路，象征着出门行义，学以致用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。明伦堂是学校。学校要培养的人臣，未来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在这里，治天子，以治宜助人，以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很重要，就是说，我要成为一个人才，我一定要从修身开始。园区要培养三种人才，要建立一个什么？崇高的人格开始。崇高的人格是从自己修身开始做起。练字也可以是在修身、修心、养性。最重要的，我们一路这样进来，一路走进了明伦堂、上和平，都告诉我们，做人要从修身开始。学校有校规，明伦堂有没有学规？它的学规呢，就刻在座位上。生源之治，大学为忠臣，清官淑女，可在中心时机。孟子说：“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。”照着圣人立的规矩来学。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。大乘门有108个门钉，108是95之尊，是帝王的格局，也代表对孔子的崇高敬意。大乘门前的柱子没有任何的对联题字，代表世人不敢在孔圣人面前卖弄文章。老师也告诉我们说，好，那为什么这里的门槛特别高？因为呢，如果高你这样子才能就会弯腰。哦，因为门槛高，所以呢，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我自然就会弯腰，我自然就谦卑的心就升起，恭敬的心就升起。然后那种谨慎小心的心就升起，它很自然会帮助我们内心安立这样子一种心去学习。到了大成殿广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孔庙屋顶特有的种种建筑装饰。知萧原本是很凶恶的鸟，会吞食父母，受到了孔子的教化，竟变得温和孝顺，能反哺父母。孔子有教无类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。屋檐的四角各悬挂一个木铎，铎在古代代表宣布政教法令时会正名中铎，以引起众人注意。在《论语八义》第三里面有：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一指上天将命孔子学说能广宣教化于天下，利益昌盛。到大成殿内，首先礼敬孔子一拜。主殿内供奉大成之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及四配12折。那一天老师介绍了四配，告诉我们孔子最想把心法传给父圣颜渊，但是颜渊早逝，终身曾子以孝顺闻名，孔子就把心法传给曾子，曾子传给了庶圣子思，接着就传到战国时代的雅圣孟子。你们现在会背《论语》，会背这些圣贤经典，自从孔子2000多年传下来，这些先生先姐有没有功劳？有。老师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等一下要发愿，你可以好好去发愿，说我怎么去把这个教法承接下来，这样的一个愿。从这一次的学习当中就知道说，孔子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，而且他遇到困难都不会退，是会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的努力，然后希望弟子也可以学习他这种精神。到了东西吴，老师介绍
东吴、西吴，就是东厢房、西厢房。内部供奉孔子的入门弟子先贤及历代弘扬儒学有贡献的先儒。那这些先贤先儒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，都是把圣人的心法领纳在内心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呢，非常积极的去实践孝悌忠信仁诚礼的这个儒家的内涵。他们一生哦，一生都在奉行，都在奉行，进化他的生命，提升他的生命。崇圣祠就是一般庙宇的父母厅，设在主殿的后方，供奉孔子的五代祖先及四配十二哲的父亲，其中传递了慎终追远、明德归后矣的内涵。这么多先贤先儒，因为他们的成就，使他们的父亲也因此配享了孔子他的五世祖。在这里受到大家的一个恭敬，这里面包括孔子还有这些先贤先儒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克服勤学。所以老师说，我们要先立志勤学，然后把学校里面四大主轴的内涵好好的努力去实践。曾子必须曰：身不明何足以知之，子曰：不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身也，父作无日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力行孝道，恭敬师长，友爱同学，只要我们能够持续不断，相信一定可以成为师父所期许的三种人才。经过八站的孔庙巡礼，在离开孔庙之前，我们集合在大臣门前，以满满的感恩心、恭敬心，供养经典背诵《论语·学而篇》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悌，何好患上者鲜矣，不好患上，何好作乱者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子曰：即赞颂文殊菩萨祈求颂。透过来这边的学习，我才可以知道说，就是呢要跟着圣人学习，然后立志学习，这才是最重要能帮助父母，然后把自己还有父母的名声都可以请扬在世上。在孔庙这边参访啊，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万仞宫墙那边，就是他们就是门会架很高高的，就是你要站起来呢就看到里面嘛。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深入的去学习，就是要就是要谦卑的学，就是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，就是跟孔子一样，入太庙每事问，就是要跟一个老学校最好就是要谦卑。在这次参访的过程当中，会有一些很深刻的感触，然后心中就是一种像跟那个师傅一样，然后一起学那个建立教法，然后宣扬儒家文化。我觉得在这次过程当中，那个心中格局很小的我，就在这一次参访过程当中，然后那个心中的格局就那个渐渐的扩大。感谢师傅赏识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圣者呢，他呢，透过用他的生命呢，就是透过孔子还有宗喀巴大师，然后甚至到师父的这个生命，然后来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身份，然后帮助我们做任何学习，然后帮助我们能够生命更往上的提升。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发愿，能够好好的在园区能够学习，然后做安邦定国、安定社会、成佛做主人。谢谢大家。